终于出环了，可以大大的出国旅游。那我们这次出国啊，我第一次要来体验现在最热门的航空星宇航空。听说它是跟梧桐烧肉有做一个搭配跟结合，机上的餐点跟座位都非常的舒适。它其实，在航空公司一般航空公司的价格里面票价也是算高的。那这一趟我特别就是来搭乘星宇航空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初次体验。 那太久没出国了，真的是一出门什么东西都忘记要带，然后麦克风也不见了。希望这一次的收音啊不会是太大的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搭乘星宇航空吧 ，Let's go。 它的柜台开很多，所以托运行李算是蛮快的。那我们要准备入关喽。 这趟前往日本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先到关西返回时，再从东京出发回到台湾。刚刚已经就是去办完入关的手续，所以已经进来那个免税店的区域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往那个星宇航空的那个登机门走。那我们星宇航空登机门在 A9， 算是不会太远。 那今天出乎意料的那个入境的流程蛮快的，没有等太久，因为我自己之前出国以前其实都有办那个自动通关，所以有自动通关就很快，不用排太久。很久没有走的那个机场通关大门招牌处。 前面讲座，我们应该是在 A8 的登机处，不是 A9。这边是星宇的专用登机处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登机喽，可以看到今天算是平日的礼拜四的时间，但是还是蛮多人出国的。星宇的航班。 机位几乎都快满了，我们现在准备登机喽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入座到我们经济舱的座位了。那到关西这边，我是坐靠走道的部分，可以看到它的座位很宽敞。 我的脚都还有空间，飞机非常的新，都有很新的味道。星宇航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安全指示是由这个他们自己制作的 3D 动画片来做播放，而不是由空姐直接在前面做一个演示。那这个 3D 动画其实做得非常的好，尤其是很吸引小朋友的目光，可以非常的仔细看到所有的说明跟内容，而且它有同时有日文的翻译啊、英文的翻译跟中文这三种语言。观赏完安全指示片之后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星宇航空的机上餐，它的机上餐非常的有名，尤其是这次关西线跟梧桐烧肉配合的烧肉饭。 从荧幕显示器就可以进入，看到它的设计理念啊，还有今天餐点的内容，包含餐包、沙拉。
还有甜点的部分。那这个跟胡同烧肉配合的烧肉饭，我非常非常的期待，一直在广告上看到。看完我们的机上餐的介绍之后，让我第二期待的是信宇航空限定版的机上调酒。它每一条航线啊，它推出的主题调酒都不大一样。那透过萤幕可以看到它的调酒设计概念。关西线的话，有一款非常浪漫蓝色系列的调酒，蓝色系列的鸡尾酒，叫做圣蓝海岸 2.0。 这个我很期待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美。对，那这个一定要在机上先点好，它是限定的，如果你是坐在座位等其实是没有的，好，要先跟空姐说。那如果不想喝调酒的人，也有其他红酒、白酒跟软性的饮料可以做选择。另外透过萤幕的部分呢、啊，也可以购买我们的机上免税品，它这边有一些目录，如果觉得看杂志不习惯的人，也可以透过萤幕来参考。那其余的部分呢，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些电影啊、主题啊，可以去浏览，那打发一些在机上的时间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享用我们的胡同烧肉饭咯，来看看我们的胡同烧肉饭有多好吃。噔噔噔噔，这就是我们的胡同烧肉，搭配的虾仁沙拉，还有优格跟我们的水果，还有餐包，这是一整个完整的餐点，非常丰富。那在座位的上方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小抽屉，可以放手机啊，可以充电，也可以放餐具，非常方便。然后边看电影可以来边享用咯。鸡尾酒，期待已久的鸡尾酒来咯，来喝看好不好喝。酸酸甜甜的，我们现在抵达了关西机场了，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准备要入关。回程我们选择了东京线来体验看看有什么。这次来日本五天的行程，我们是从关西进，然后从东京这边回去。那我们现在在成田机场这边准备搭信宇航空回到台湾去了。那我们回程的话，来搭乘它的那个机型是不大一样的，我们也来看看落差有多大。那新飞机应该都蛮舒适的。那信宇航空的服务真的是算蛮不错的啦，就是速度入关的速度都很快，然后也都很有礼貌。我们现在赶快上飞机吧。嗯，这边很特别，还有加价的保留座位，在第一排，前面的位置比较宽敞。Hello everyone, we will take it off shortly.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. Thank you. 那我们现在已经登机了，准备从东京返回我们的台湾。它很贴心的萤幕显示的是101，台湾的101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东京线的餐点。东京线进去啊，它有两种餐点可以选择，一个是印度香料咖喱饭，一个是虾仁青酱鲜虾面。那一样有副餐的部分，我选的是青酱海鲜面。那一样有机上调酒的部分，东京线我们来看看它的调酒是什么。那一样有设计理念哦，东京线调酒叫做曙光 Mojito， 蛮特别的，它是用柳橙当作基底。那我们一样来点来喝喝看。我的餐点来咯，青酱海鲜虾蝴蝶面，我点的是这个，看起来非常好吃，也有餐包，然后也有那个鸭胸，还有摩卡慕斯蛋糕，这是我的摩卡慕斯蛋糕，是鸭胸。我觉得东京线的这个青酱鲜虾蝴蝶面特别吸引我，比关西线还要吸引我，很期待。然后我点了一杯可乐来做搭配，我们赶快来享用吧。
曙光 Mojito 来咯，搭配一下窗边来拍张梦幻的照片。那我们现在即将抵达台湾咯，可以看到萤幕显示上距离台湾越来越近了。那这次我们搭乘星宇航空的初体验呢、特别选了两条线来尝试。那去的时候我们是抵达关西机场，那回程的时候我们是从东京出发，搭乘东京线回到台湾。那两条线的那个机上餐啊，餐点的特色都不大一样。对，那关西线有烧肉饭嘛，那回到台湾这个东京线的部分有青酱蝴蝶面，然后也有咖喱饭可以做选择。我觉得吃起来的口感都算是很精致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用心。那在机上的舒适度来讲的话，它整体来说因为是新飞机，所以搭起来真的非常舒适，座位也很宽敞。还有那个调酒的部分差点遗漏了，调酒的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啦，喜欢在机上享受那种小确幸浪漫的感觉，这个机上调酒的安排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，推荐给还没有搭乘过星宇航空的朋友来试试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帮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，我将持续为大家介绍更多更好玩的新鲜体验哦。